我特口感极为的细腻，不管是直接吃还是包个香肠、排骨、鸡翅，味道都非常好。有粉丝问我，快到圣诞节了，有没有什么特别适合做给他吃的？步骤很简单，只要三步，所以快让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。用牙签固定住栗素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。平安夜没有收到苹果的朋友的，也要自己动手哦。面和海带吃一点加口感，看着这咕噜咕噜的画面也太治愈了。一份温暖的胡萝卜丝，加入一点清水，牛排鲜焖的牛排完全不一样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最近说已经吃了药不疼了，但是胃不好，所以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。冲泡的时候说胃舒服多了，我之后才放心。生抽、黑胡椒、调劲，再来一口辣的欲罢不能的草莓蛋糕，你们也赶紧动手哦！加入屏幕上的调料，腌制10分钟。你们看，每一个鸡翅。